暖男。那如果他长得很不优秀，可以，因为我希望他可以融化我的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兔林廷玉，今天我要来挑战华视的快问快答，来吧。跟永兔最近最想合作的对象是梁伟华。那有想合作什么吗？演情侣好了。最想挑战的角色类型？我想演警察。等等，请问是这种还是这种？为了戏剧，因为我两个都还蛮想要尝试的。比较喜欢帅帅的大男人，还是无微不至的暖男？暖男。那如果他长得很优秀？可以，因为我希望他可以融化我的心。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崩溃？什么事情都不做，我一定会安排事情出去，就算走去家里超商逛一下超商，回家我也觉得开心。讲出一个剧组演员的坏话。就是。雨熙非常爱上厕所，全世界就为了等他，因为等他 delay 大概，就是要等他上完厕所才可以录。跟朋友在抱怨、没有抱怨，怎么可能抱怨？不是陈雨熙耶，哇塞，他回来说大家还要鼓掌，哇，陈雨熙回来了耶！你终于回来了。用一句话形容最佳的一出戏，不会让你失望。在周日晚间9:30，华视最佳的夜与你相见。